还是要去找小姐吗？啊、你要请吃，你讲。两百块啊！我是几条？要讲啊，两百，要讲问啊，两百，未使问问题。没错。来，人生结果你几只安尼俩？来，两百块钱，人生第一次两百块钱，那红条是真嘞，一只两百块俩，这下要两只啦，是要两只，一只只因到啦，这下要够啦。来，两百块最后一次机，人生最大的头，我讲最后一次机，老卢两只个，你准备卖两百块谈个，下一条几个？慢慢慢慢因为你收我来拢买无只啊，两包十只五百，因为一包一公斤，它没有骨头，伊无骨头。鸡米花就是它都是全鸡肉，但是它是不规则状，叫鸡米花。两包两公斤，你五百多好滴啊！这大白兔嘞，这大白兔嘞，两包都是五百就四百，来三百喽，300块来鸡米花，三百块，我要吃鸡米花的。它不会辣啦，你还没吃香没？干哪个好香？来三百块来，鸡米花。来300块，个人没吃，这是你讲。我鸡米花。鸡米花。鸡米花，我叫你换行啊，奇哥。我叫你换行啊，奇哥。我以前只听还是你打通的字啊。来300块啦，鸡米花。好了啦，大哥够吗？两包够哦。剩下三包，你要吃，唔捌吃的，想要去吃，我剩三包，互你去吃了，去吃，要一包两包，你袂对啊，百五块，一百五，鸡米花百五块，好不好？好嘛吼，我想要买一包，互你去吃，来150，赶快哦，剩下两包没有了，鸡米花，你爱吃没得吃，不香不爱吃。我刚刚买很多鸡的啊。对，我们鸡真的很多。对啊。还有鸡腿、鸡脚、鸡翅膀都有，来葱抓饼来，这个你鸡啊。这就不是鸡了，这是饼，而且可以做面膜哦。你暗时得吃一咯，阿妈婆去冰箱里两片去，爱吃只乌康啊，这重点。哦，乌康哦，软面软大的，好，就好滚。泡沙改当做沙粉，小热身呐。来一包，免两包，免包哦，十个哦，1.4公斤来100块来，你要几包？最买几包来，葱花饼，几包过来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我们这个葱花饼，就像你们去外面买的那个，哦，真的很好吃。来一包好凉，最后一包来葱花饼，个人无关对无？一包啊，你包拢好香啊！林峰，好来，一包好吃，葱花饼都准备了啊，最后一包了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先这样，算你啊，不能再买啊，来鳕鱼来，超漂亮的，超厚的，很大的算你的一包，这其实最适合都是漂亮，来几个客人给等一等，买人心吧。三百块买不到了啦，卖光了，现在人家拒绝不加多少钱。来，我爸好多钱的料，能不能料？阿伯把车子给他，给他，我爸过来，500块，里面放个三明治给你，这里是四片的。来，500块，车子给他，给小帅的500，我爸，我爸爸还没小帅的，对了，谢谢非常的欣赏，阿公啊，来，我爸过来，车子给他，给小帅的500，我准备了啊，鳕鱼，来了啊，谢谢你们，没关系，你们喜欢再买，哦，来，阿伯讲意大利面来200块啊，都200块来，我请这样子，阿伯阿公啊，你这意大利面怎么吃起啊？加几，我讲来吃一下，这个非常方便，外面这一包哦，就是它的单价，然后呢，主要。哦，就是肉酱的啊，这是黑胡椒的哦，口味很多，两种，来2包鲅鱼，爸爸，你好，带有钢管的，有被这边拖走有切一团这大团的，看了敢走啦，说来你先坐旁边，走我这一边，好了来了，这大哥想帮手，今仔全家有来，袂当拖手骨啊，来要吃2包鲅鱼，200块来，一包要尝你，一包要吃。来，大伯爷你好，冷巴，看今天来几包冷巴哦，今天要吃来几包块哦，100块来，意大利面，100块来，过来要吃意大利面嘛，100块多了哈，好，谢谢来大伯老妹来，啊，你们几块钱的小狗？对了，
各行拢买啦。阿卖一个安尼嘛，来一百块啦，一百块够啦，要食一袋面嘛，已经好出来来一百，够啦，来吃鲑鱼片，我讲吃鲑鱼，哟，来来来来，我一家公安的餐厅到底有偌济？当时啊，你吃到我来玩哦，你还没看到我准备的餐厅，好来，这我带你去看一下头啊，来这里来，超大块的哦，我得吃我的餐也是偌济，你不要讲讲的。好、哦，水个，超漂亮的，真正大块，佫大。再一个吼，若袂你鱼仔无你爱金买，俗，250块便宜。来你吃来，卖你一千，卖开300，来500块啊，500块来鲑鱼，应该花一千五吼，500有咱几点？来500块都是上千块哩，500块，500块鲑鱼，咱来吃，来吃就佫上，一个咩都鲑鱼，大片鲑鱼500块，有咩吃鲑鱼？没有吼、哦，来上去。我开始了，大家哦，试一下看嘛。那些鲑鱼我不安那边哦，我做试鱼会有100才有卖哦。来，今天哦，刚开始没什么人，来，今天开两袋，等一等。外观美丽了，把美丽给我，我立了多准备这两袋，来，先放开细沙袋，来300块，鲑鱼300块，三八，我们讲鲑鱼吧，没有哈、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你点没了，你找点菜啊，外边的。你点什么，我卖什么了，这样子的。开始了，鸡腿的美人味了。来，美式辣鸡腿，又是鸡，外鸡有些不？超多的。不是我要点整个起来的，因为这个啦，哦，这个帅哥他有的全部都是鸡产品，所以我要照他的单先卖。啊，我带着你到回去了。来，我们讲美式鸡腿，来能办货啊都，200块来，全家哦，没带走哦。这两天只要等于真正季节去加工，没上班没一样哦。冷拌好完了，去包卖的多少钱？来，美式鸡腿来200块，冷拌过来，用装备来的美式大鸡腿，来，进去，这样子包，赶快冷拌的，把我来700块来，100块来，这鸡腿我们没700块别傻了，这产权拿起来，这个美式鸡腿，来100块来，美式大鸡腿，通通买到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，不要紧张。灯塔帕普，你回来。应该是在阿五啊，又有机会了。灯塔帕普啊，灯塔，正常的这个两期啊，灯塔跳跳阿走不了。灯塔帕普，加一副肉来，一包500公斤，500公斤，2包1公斤每一样的，加一副肉，它不用煮了，太清爽了，你回去隔水加了，打开就会配饭了，配装配面，这些就用多加，来2包回来，加一副肉2包的。冷巴后来第二步了，冷巴不有李轩，这里有宅配，这边有宅配，冷巴后也讲一样，都一起一样，一起钓鱼入肉，好不好？当然钓鱼的是台湾钓，不是台湾钓，哦，也有肉，还是这个呀、啊，太清爽了，而且是做釜山鳗口味的，来，这样没冷巴了，一公斤卖公斤要我冷巴的，三个人跟进去，来，冷巴后来。100块，让你们试吃。这三个没有，加一副哦。马龙来啊，他没有吃的，小朋友吃，大人吃都可以。来吃饭后面啊，好，大人都吃白饭。小姐加上配白饭就好了。我今天给他配饭，他爱吃爱吃吗？来，小姐。来，不要哦。好，OK。来，阿伯吃方便大了未？我讲今天去无几只，无几包人，2包两。大包的。哦，小大了，就这样发大了。啊，这生豆腐水这几块了，两来一包五包的啦，7、8万的，400块来红梅，2公斤哦，这样一包2公斤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拆卖，你包了搞被嘴，我卖给你500，700块的来，哎，比较水的，这生豆一条的，下去，下差去，下去，来，一个买一包两个人给你，买500、400，这都买3盒的，两个人给你，等下不要搞了，他们下来300块啊。你搜寻新达港王中皇，你在脸书搜寻新达港王中皇，有一个社团，他们有一个脸书社团。很少有这么大颗的。来，盐烧里鸡猪排来，这才憨哦。哦，最近哦，这两只百外开始给他们，现在还没有人给管。这个超香的，这个每年中秋哦都卖很多。
但是你放心，我卖很多，我也去卖你们鲱鱼。来，去我北绿的对岸补过来，瑞仙瑞航龙回家，没想法来能办过来。连这个叫做蒜烧鲤鱼，哦，这几百都过来啊，来了，钓鱼，来去钓鱼，来带钓鱼。中南，哈喽，中南。这边行行的，这到处都嘛都过来，去能钓个啥物？来能办好多，200块来蒜烧鲤鱼追海，几百到哪边去？冷半包年，200块。一个给我。这饼干嘛，真叫香，真的香。来200块，我你再给你品了对了。今天我给你一个台风鱼我汤，来五袋，来6袋7袋，8袋9袋，来10袋10袋。蒜烧鲤鱼猪排来200块，来这边请了，冷半包年。蒜烧鲤鱼猪排，通通有来哦。我很久吃了30多个人，给拢帮恁转账的哦。对啊，有人去嫌我袂使老贵，袂使讲啥子啦。30多个，哇，四大个出来，哇，还准备出来大哥嘞？干咩叔？哎，干咩叔？哎，干咩？哎，拢走啊！哎，我等你拢走。大哥，等来挂干咩叔耶？哦，还准备出唔乖，乖乖。记得我这边有一个。哎，对啊，全家福的大哥啊。阿姨嘛，无搞多好啊你，我讲无啊，讲接咪阿婆多啊你，来200块啊，2包8个，来3包你200个，来7包个出来，来200块接大面包出来，好啊，200个好贵人家啊，送多块哈，来好啊，五个人家，最后三个人家咯，来先客先客，来200块，最后三位了，来先客两包，够人没得无，好啊，不输好啊，接大面，你有啥条件讲？来，阿伯姐姐来，蛋菜，哇、哦，啊，烤肉东西都出来了，半条的蛋菜，哇靠嘞，他一碗就是那全鹅啊，你那很新鲜，鹅啊是蛋菜哦，这个是餐厅，我们去那个吃那个日式料理的法式料理，他起来就这个高级料理哦，来没起来，没几千，没几百，来我爸过来，500块蛋菜。所以我爸外公我得跟小李计较，还是爸被人杀爸，来冷爸喽，冷爸过来这样，没几把跟你喊话麦，跟你插话麦，再再冷爸过来，冷没人给叫的，一包冒没人多少米，来冷爸喽，再再来冷没人给叫的，来冷爸喽，卖你一包，送你一包，蛋菜过来的小伙伴，多谢，来冷爸红包钱了了，蛋菜可是咱在讲的，孔雀的。哎、欸，你来，300块最后买200块了，来200块最后一个肉了啊，蛋菜来，谢谢，没关系，来，好，阿妹在吃白菜，来，白菜全部来，怎么样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来，白菜来，不是吧？在点头，对对对哈，刚才是准备吧，来500块来，3点4点，5点6点，7点8点，我话卖不了白菜啊。看谁让给来300块人，300块来结账，300块，你就结账给下来结账一下，来三八，我结账，别搞的物件呢，真正是别搞的物件呢，来300块来就掏钱来结账，结账用够三八，别让给钱哦，结账，来300块来，阿伯嘛就结账给汤酒的结账，300块都收完，有人没结结账了。技能差几？好了，明天说好了，能办。对呀，我们不喜欢吃。不喜欢吃也可以买啊。你当时要我不带鱼，我买是给了吗？有的时候你嫁的人不是你喜欢的人嘛，你也是嫁了啊，怎么办？你还是要买啊，试试看，不一定你也喜欢他，也不一定。对啊，好厉害。坤美你好，坤美。来，你怎么知道我家是？你在？我回。你在？我在吃白带来。YouTube 叫什么名字？没事吧？你人差是无人家，讲真的，才得你500块，你准备袂出来？白带足贵，足俗的。三百七，来300，来200了。200块来。无人家吃得了，白带是上好啊。中中烤火烤的味啊，用煎的用烤的都很好吃。200块，只有小姐要吃哦。好啊，谢谢，感谢你们来。来啊，你们还喜欢什么？那旁边是捞一个吗？不是。虾子。虾子吗？哦，终于讲话了。我蛤蟆不要哦。蛤蟆鲜味，蛤蟆炖肉，蛤蟆干肉布啊。来，阿妹吃蛤蟆来，唔免吃饭。我哩较济人买哦，有阿蛤蟆未切了，条叮当当。要吃要煮，干咩哦？你慢慢买，等于偷钱，我老阿听个死哦，都来哦。来买100来，50块来，只要买几分钟，我拢不要紧。蛤蟆来，来我这边，蛤蟆50块，有没有吃蛤蟆的动作过来？来我这，我们吃了，吃个饭你啦，你娘跟一堆人，你敢吃？
对啊，连脸书跟 YouTube 这两边都安静了。来，恁去一个啦，去一个啦。来，阿蛤蟆，我接几个，你吃。不要离开我。对啊，阿蛤蟆。你住在附近，你上个礼拜六有来哦、喔。来，他住了。所以你上个礼拜六有看到我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来，鞋啊嘛，快买回来。哦，这是其他鞋，超漂亮的。欢迎收听啊。不要离开。好。卖礼物哦，这是很漂亮。来，我们吃鞋啊，来，你买五百、三百，来两百块完了。海北来，一人一分，两分都不要紧。来两百块哦，等于啥啥的哦，啊不等于差差，等于行行的拢都这样。卖得两个五的，四个两个，这几款来全部都给你们，所有客人吃的，两百块来。对，大哥来，来两百块来，啊你两万来，你们赢钱了啊，不你两万好像不对吧？来两百块啊，最后两位，下次都可以买到了啊。好，下次四位来。啊，包两个，四包二，来啊，吃毛豆啦，哦，放个只就是要叫我卖啊，吼，都要求，有一堆物件，来毛豆两百块来，两百块超好吃的，那叫香辣毛豆，可是它不会辣，是的呀，它不会凉起啊，哈，来两包的，包一两包的，来三包的，来四包的，来这样放个广东一下啦，不用煮了，打开就可以吃了，这最惨的时阵呢，当吃饭嘛，这汤多，这阿伯嫌啦，囡仔买三只。来外公啊，一人一份啊，七八没能吧，大罗，别别，我记下来，七天好，七天好，毛豆一百块，七八块了，今年工作分毛豆，好啊，毛豆两包七八，三包七八，七包每一七八，最后三位客人毛豆，七八包，很方便，很方便，来五百来，欢迎大哥来，一千块给你来，一千块我都，最高咱进进去做的港牌做的哦。这个叫做什么牛啊？1881。1881。1885啦。1885。两包卖你八百，这也买两包一公斤哦，真正好吃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，牛排 A855，牛排，哎，老吴啊，五百块拢做咩啊？我先生啊，我先生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来啦，啊，这个叫做香烤鸡丁啊。啊，你们要什么？来，赶快继续点菜。香烤鸡丁，来一包两百块都，两百块来，两百，你钱弄了。都跑进来。九月二十二，还有一个多月啊。来，外公，我进来。那个花莲大哥要两包牛排啊。花莲大哥要两包牛排。好嘞，百五。好嘞，百五。来，我们讲香烤鸡丁来，两包块，两百块来。最近1855好像好前一阵子，前一阵子1855来两包，好几个姐妹来香烤鸡丁，两包，阿伯这两包我记下了，外公我今下做好吃，做好吃这么不茶，来这样一包，一公斤两包，大伯妹妹来七八号的，两个两个人香烤鸡丁100块，哎，这不是便宜的东西呢，出来，不要这样糯米。哦、你要买啊、哦！我以为说你鸡太多了，我看你看到鸡就不行了、啊，还有鸡进来。你想到到底要不要？100块而已。来吃龙鳕鱼，来买买五百。鸡块鱼啊，我卖啦，一只鸡毛买有够啊啦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两只，一只鱼啊鱼啦，你吃开300的，来200块啊龙鳕鱼，超多超细的，不好意思，只有冰箱啊，来三只鱼来。来买三包，只要我200块，退退来，龙鳕鱼200块，两包，一条一百来哦，七点块上面，来七点超市的人给他们，来200块，退退来龙虾，来200块，龙鳕鱼200块，最后上位了，来200块。等一下啊，是三买的大吗？了，飞机来了，来龙鳕鱼买200块，来龙鳕鱼拢准备啊。两包，大哥，大哥啊，那样物件摕起来，我做伊，我就要来清啊！哇，用劲，他不是那种啊。
你家人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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